拿个快点，哪里去？走，走了。那是给那个周女士买的衣服，然后让她试一下哈。哎呀，哥们儿那个品味真讲不得，我觉得我现在品味越来越高了。磨出来了。周女士在里头。来帮我送的。来，来，收住。来，麻烦买衣服，这个事。洗衣服。走。要来洗衣服。快点。我看到了，这是那个炒那个红烧鸡。啊，我们等姐们买了红烧鸡来收住。我们俩等周女士，喂喂，等得去。不对。来嘛，给我看一下。嗯。哎呀，这是新衣裳哦，穿不完的新衣服哎。啊。看嘛。你觉得呢？来，大家看嘛，也不撕它们。那你个舍不得呀。先给他们看一下嘛，先给他们看一下我的欣赏水平怎么样。来来，比他一下。那你站那里还比一下？能比吗？应该是，我们那儿等周女士。能够比吗 ？OK， 是在这里看效果。趁周女士去换用衣服那一下哈，就说一下，为什么那些？网友朋友会私信我啊，问我啊，还通微信问我啊，那个东西的链接啊，为什么我不愿意给啊？因为网上的量太大了。比如说我买了一样东西，没问题，刚好你买到那样东西又出现问题，到时候你说你是找那个厂家呀，还是来找我？对了，那个网上那个东西是说不准，那个有事儿。所以说为什么我个人的东西，我个人带个东西，我是可以负责，因为我个人晓得那个东西的哈数上。网上的东西，说实话，我真的随机的，那都是。所以说，为什么那些朋友问我发链接，我都没有理啊？确实，对，爱莫能助，然后兄弟解哈，是不是？喂喂。对的。因为网上那个东西，好嘛，我回好了，应该走的是快哟 ，OK 了，出来我们看下效果。姐，啊，你接了没有嘛？可以。你接了没有？可以。要不要走街上去走两步嘛？哎，可以两步。要不要去走两步？不走。走两步嘛，再看呀，是。谢谢你哦，运动。哎，莫说那些哦，看一下嘛，觉得那衣服还可以哈。我要帮我买新衣服。哎，那是的，那个叫什么？多劳多得，因为你帮我做的事情做的太多了。这是应该的嘛。哎，我那个实话实说噻，我们要讲话分明噻，是吧？孝顺是孝顺，那确实酬劳是酬劳噻。对，不然那么你有动力啊，也很去帮我做事。对，你买的有新衣服，我就很去帮你做。那衣服还可以噻，看底子。衣服，我有接他们要嘛？你大舅妈的衣服。可以。可以哈，那么让你大舅妈走街上去走两步嘛。要得。走两步，时光表演，做个走起来噻，手儿甩起来。